这是我自己录完视频之后再重新录这一段的，但是要放在视频的最前面。因为声音天生比较细，加上录视频的时候紧张，声音可能会有点不自然，如果不喜欢也不要。因为过年期间要在爷爷奶奶家，没有办法直播，所以录了这个视频。李子和这个这是二还是三三娘，祝你新年快乐。然后李子和这个二三三娘中的另一个，祝你新年快乐。李子和他的小白兔，祝你新年快乐。刚刚那个刘海歪了，重新拍一次。李子和他的小白兔，祝你新年快乐。然后是李子和他的小熊宝宝，新年快乐。小熊宝宝也祝你新年快乐。虽然没有跟大家一起过年，也要准备好给我的红包哦，捏个肩下巴。这是一个喝水视频，还有录拜年记的那个脸很圆的胖子，那个包子并不是我，是跟我同名的人。我要变一个睡前魔法。